爸的环保袋。青菜120，三把只要50，卖完就没有喽！快点来哦。婉儿，我们去买几把青菜吧。好。老板，给我三把青菜。好好好，350，350。老板，再多给我一个大塑胶袋。爸比，为什么要多拿一个塑胶袋？哎，没关系了，反正又不用钱。来来来，先生，你的菜。哦，好。来，50元给你。走吧，我们去买豆腐。老板，豆腐怎么卖啊？任选一盘只要30元，要买要快哦。我要这一盘。哦，对了，帮我分成2个塑胶袋装。爸比，为什么要分成2个塑胶袋装啊？这样豆腐可以分2次吃啊，一次一袋比较方便嘛。可是拿这么多塑胶袋很不环保哎。不会啦，塑胶袋再拿去回收就好啦。婉儿，帮我把这些豆腐拿去冰。好。爸比，你怎么把塑胶袋都丢到垃圾桶？不然要怎么办啊？你明明自己说要回收的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晚上我再拿去回收。一定要哦，我会看着你。爸比，垃圾车来了，赶快拿塑胶袋去回收。啊，快点啦，垃圾车只停一下下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用急，一定来得及啦。来不及了。那就只好明天再丢了。我去外面看看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爸比，你难道不知道塑胶袋不但无法自然分解，焚烧后还会造成空气污染？更重要的是，昨天还害我们家淹水。对不起啦，婉儿。以后爸比买菜的时候只能带环保袋，不能再拿一大堆塑胶袋回家喽。
好好，爸比知道了。来来来，青菜120，3把50，快点来买呀！老板，给我3把青菜。好好好。对了，要一起放进大塑胶袋里，对不对呀？不用不用，通通放进这里就可以了。哈哈，自备购物袋，嘿嘿，这样很环保哦。这是我女儿送我的，她说要用行动爱地球。老板，你以后呢也少给客人塑胶袋吧。对了对了，自备购物袋哦，比较好了。等一下，先生啊，看你女儿贴心又环保，我想一定是你这个老爸教得好。来来来，免费再送你一把葱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我女儿教得好才对。大家都知道环保的重要，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却很少。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改变地球哦。环保是一种习惯，随手做环保，环保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哦。